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4月14日，讯，辽宁男篮新加盟的外援凯尔·福格今晚更新个人微博，他表示重返 CBA 感觉非常棒。福格晒出了自己身披辽宁球衣重返 CBA 赛场的一组照片，他写道：再次回来，我感觉非常棒，非常喜欢跟现在的队友一起驰骋赛场，真心感谢所有球迷对我的支持。现在是时候准备迎接我们的季后赛了。作揖。福格在常规赛后段加盟辽宁男篮，他为辽宁出战5场，场均登场 19.6 分钟，可以贡献19分 3.8 篮板 5.8 助攻2抢断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